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来看直棒。压我们这队没错啊，压我们这队一定赢。啊，哦，他们不是来看直棒，他们这么多人不是来看直棒，来干嘛？啊，来听台湾怪谈啊，听那个人讲台湾怪谈啊。哎，怪怪的，怪怪的。好，哎，他来了是吧？来了。好，那我们待会儿见。各位朋友，我们一同来欢迎今晚台湾怪谈的主讲人李发。大家好。啊，怎么样？刚才这套出场方式还可以吧？好像被丢出来一样。啊，还有这套怎么样？这最新的，最流行的，这叫 PTV， Personal TV。想要跟自己多聊点天，你就多拍一点；自己烦自己，就把它关上吧。哎呀，不容易啊！大家在这个来剧场的这个路上，大概已经体会到了啊。自从我们的交通部长上任之后，我们的交通是日新又新啊。同感还是不同感？大家都很忙，可是大家都来了，不容易啊。其实我也很忙，我也来了。废话，这个话不能这样讲啊。好，我们在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问候一下这个，按照惯例嘛啊，问候一下在场的一些这个贵宾啊。所有的表演都有一些贵宾来参观啊，一些特别来宾啊，一些这个朝廷里面的啊，不是，一些厨房里的啊，不，哎，啊，对，一些政府里面的。啊，对，一些政府里面的宦官啊，不，我的意思说是换过职位的长官。哎呦，不小心把这潜意识就讲出来了，潜意识，小心啊！啊，对，我刚才说这些宦官呢，啊，不是，啊，这些厨师啊，啊，不是，啊，这个到底怎么讲？我看一看。啊，对。政府里的长官非常关心文化，太难背了。凡是跟事实不符合的台词都是最难背的。不背也不行啊，只有背啊。啊，政府的长官非常关心文化啊，我们的文化都是他们一一的关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一一的问候一下啊。啊，听说这个郝院长前一阵子都没买到票，今天特别赶来看呢。哎，郝院长来了没有啊？什么？来过了？哦，什么？哦，退席了？哎呀，老毛病没改。哎呀，没关系。院长没有来的话，这个总统来了没有？哎，我听说总统非常关心文化的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喜欢看这个男高音，喜欢看这个芭蕾舞，爱看这个小提琴，对不对？我们知道总统非常关心那个贵族文化，可他今天答应了要来看我们这个平民文化的，是吧？哎，总统来了没有？啊？什么？哦，在路上了，好极了。那我们把总统的位置保留好，总统的位置不能随便换人啊。什么？啊，总统位置有人坐了，谁坐？谁？陈长文，太快了吧？什么？啊，他个子太高，把后面赵少康给挡住了。哎呦，什么？哦，都没来啊？开玩笑的，开这种玩笑太危险了，我操！没关系，既然总统没有来的话，那个我们看看副总统来了没有啊？副总统，糟糕，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不重要。啊，不是，我不是说他名字不重要，我是说他人不重要。不是，哎呀，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很重要，来不来不重要。哎呦，那这样讲，今天晚上我们政治界算是共孤了啊。没关系，共孤归共孤，我们照样讲怪谈啊。开始，言归正传。干脆摇他40分钟算了。台湾怪谈，顾名思义，它一定是个怪怪的故事。它就是讲啊，一个人呢，人格分裂了，这个人他是彻底分裂了，很严重。我跟你讲，各位，
这几年以来我在台上讲了不少故事啊，可是今天晚上这故事它是我压箱底的一个故事啊，它是很隐私的一个故事，哎，它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我的朋友跟我说啊，一定要等他死了之后才能说出去，你看这个话说得多绝啊。可是我呢，我是很轻松就把他给出卖了，我非说不可。而且我这个朋友啊，他本身遇到的一些分裂的事情就很多呀，因为他也是个演员。演员各位知道，他演了很多角色，这个角色呢演来演去又不是他，是吧？昨天演个活的，今天就演个死的，上回演个国王，这回演个乞丐，演来演去，他跟这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啊，进进出出啊，那人有的时候这个疲劳了，他就产生一种所谓的这个忘我的境界。忘我是很难解释的，忘我就是说这个，忘我就是这个突发的一种忘我的这个忘。没事，啊，对不起，突然间把自己的缺陷公开暴露了一下。哎，你放心，我经常会这样子，可是我自己都会回来的啊。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不过我还是确定一下比较好啊，看看。A1200548213李发，对对对，哎，刚才讲哪了？哦，对对对，刚才提到这个政治界共辜了，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提政治的，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字都不提政治，我绝口不提政治啊。好，这个立法院呐，哎，啊，旁边开了一家水果行，它叫明镜水果行。怎么又提到政治了？真是的，我说最近的生活总是这样子，你跟那个政治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事情都会跟政治扯上关系。你看我最近交了一个朋友嘛，我这个朋友啊，他平常完全不理会政治的，可是他取了个名字就好奇怪，他姓范，叫范政治。然后他有个弟弟跟他完全相反啊，非常热衷于政治，而且他坚决的主张要台独思想，所以他的朋友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贩毒。那另外一个弟弟呢，也跟他弟弟相反，完全主张要统一思想，所以他也有一个外号叫贩统。这什么家庭啊，贩毒贩统贩政治。他们三兄弟合开了一个交通公司，生意做得很大哦，招牌的名字取得好，叫利益输送，名片上还特别注明了保证高来高去不留痕迹呀。我就说这个范政治啊，他平常的时候呢到处都在乱跑，自从我认识他之后，他也带着我到处乱跑。昨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这个 piano bar 兼酒廊还兼卡拉 OK 的一个 club， 这个 club 的名字取得真是精彩啊，真直接啊，他叫立法院 club。 我说这个老板真进步啊，后来我想一想真有道理，如果今天是我开一个 club 的话，那我也会叫他立法院 club。 为什么呢？你听那个名字的感觉，你一听就是一个啊很热闹的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要去泡妞的地方。我就说这家立法院 club 里面真还没气质啊，进去一看，那个男男女女一大堆，为了唱那个卡拉 OK 抢那个麦克风，动不动就打起来了。最近嘛还流行打群架，你看，我就很奇怪，我心想，你既然知道打的时候有这么多人要看到，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里面先练两下呢？是吧？你演什么像什么嘛，一大堆人抓过来扯过去弄过来推过去，半天没有一个人受伤。以前打得比较好啊，以前有一位矮矮胖胖的，他打得最好了。最近很少看到他出来打了，太可惜了啊！听说他最近自己开一个 party 啊，希望他请的合唱团是屌一点的啊！我就说这个立法院 club 里面真是天天在打，打的他都滑稽了。我看那个装潢设备都被打烂了，怎么办呢？我就问老板，我说你的装潢设备打烂了怎么办？老板说没有关系了，我们这一行当初开始计划只打算3年了。3年一任嘛，等我赚饱了拍拍屁股我就走了嘛，不要像我老爸一样干一辈子不肯退休，给人叫老肥就不好听了。我说你老爸是老立委啊？不是，我老爸是小偷，小偷干到老当然叫老贼了嘛，实至名归嘛。哎呦，
哎呀，我没谈政治吧？啊，我没谈政治，我在谈生意啊。生意跟政治不会有关系吧？是吧？生意跟政治怎么会有关系呢？屁！对不起，有点痰啊，止咳化痰，有一个良方，喝点酒。这 XO 啊，已经变成我们的国饮了，这样讲通吧？梅花是我们的国花，凤梨是我们的国果， XO 是我们的国饮。哎，不是不是，这 XO 啊，一定要在嘴巴里面先用舌头把它搅碎了，把那个所有的味道都打出来，然后一口气把那精气神全部吸进去。这是 XO 正确的喝法啊，这一套是我妹妹教我的。哎呦，糟糕，她前几天国中毕业，我要送她什么呢？没关系，她男朋友会送。哎，你们没看到她男朋友长得是真漂亮啊，瘦瘦的，白白的，白白瘦瘦的，他姓安，叫安公子。哎哎，我怎么我好像岔题了啊？哎呀，对不起，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毛病。你看，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岔题，有的朋友还跟我说，你呀、啊，我看你就是被那个生活的压力给打垮了，所以你就喜欢岔题了。而且你看你那个内心还有一种暴力之气。这是什么话呀、啊？我有什么暴力之气呢？是吧？我怎么会有暴力之气呢？是吧？我这个人太和平了，是吧？我不过就是看完电视新闻，我想杀几个人就是了。而且他还说我喜欢岔题，这个太不公平了。哎，我岔题也是让我自己爽一下，对不对？我爽一下，大家都爽一下，对不对？爽没有关系嘛，爽爽嘛，是吧？爽完了，爽完了就回家了嘛，是吧？你说哪一个男的不是爽完了就乖乖回家了，是吧？我还没听过哪一个男的爽完了不回家的。哎，有有，我有一个朋友，他爽了一年多才叫回家呀，后来才知道他去住院去了。回题回题。喂，呜呼，哎，我呜呼干什么？哎呀，对不起，因为前一阵子去参加一个葬礼，你晓得吧？被那个念经文的先生搞得七上八下的，心情出不来。不管了，台湾怪谈，刚才跟各位朋友说过，这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啊，他也是喜欢散神，也喜欢岔题，他也不专注，有点神经质。那么这个故事啊，他是讲说一个人一直在怀念啊，也不是怀念过去，就是怀念他自己，也不是怀念他过去的自己，就是怀念他自己。就是说他这个他自己从小啊看到他自己跟自己分开了，所以他大概就喜欢岔题了。那可是他自己跟自己分开了，他自己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急于想要知道的问题啊。不是不是，这个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共同来探讨的一个主题。各位，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台上讲故事啊，有的人呢、啊、他们让我去讲他的故事。有一次我在台中喝咖啡，突然间有一位女的走过来坐下来就跟我说，李先生，我有一个很悲惨很悲惨的故事，你一定要把它写成剧本。它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他好可怜，他好悲惨，他好不是我，他是我朋友的故事啊，我才不会像他这样傻呢。像这一类的故事我一律不讲，是吧？太不诚恳了嘛。可是今天晚上的故事不一样，各位，今天晚上的故事是一个很悲惨很悲惨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写成剧本。他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他好可怜，他好悲惨，他好哎，不是我啊，哎，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啊，我怎么会那么傻呢？我这个人多精明啊，真是，我太清醒了。 A12005482123， 各位觉得有点怪怪的啊，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说嘛，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怪谈就一定要让人觉得怪怪的呢？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日本人拍那个怪谈怎么又让人觉得怪怪的？日本人嘛，日本人做什么事都不会让你觉得怪怪的了。你看那个日本人去保护那钓鱼台，怎么没让人觉得怪怪的？
啊，怎么我们去保护了钓鱼台，怎么啊，怎么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呢？这电视画面上几条小船在外面蹭来蹭去，挤不进去，把我急的嘞！哎，弄到最后好像整个一件事情我们哪儿不对了，是不是？我们怎么会不对呢？是不是？我们充其量就是行为幼稚了一点嘛，对吧？而且这也是很正常的嘛，是吧？算了，不提钓鱼台了，提钓鱼台还不如去钓鱼呢，对不对？钓鱼多好啊，钓鱼是很好的户外休闲活动啊。哎呦，也不行，最近户外休闲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少了。钓鱼都没有地方去了，不过也没关系啊，钓虾兴起了。哎，钓虾大家都钓过吧？啊，没钓过虾，哎，起码也看过那个钓虾场吧？就是一大堆人围着一个水泥池子，在日光灯底下就可以钓了，好可怜呐！啊，不，好有意境啊！钓虾好哦，钓虾它关怀生命，减低痛苦啊。钓虾的朋友都了解，要讲究四快。就是快钓、快杀、快烤、快吃，这一点倒是很符合我们国民气质的一个休闲活动啊。哎，我没谈政治啊，啊，我没谈政治，我在谈这个户外休闲空间不够。户外休闲空间不够跟政治会有什么关系呢？屁！哎，对不起，怎么搞又有点谈，止咳化痰，还有另外一个良方，抽根三五。我说我呀不敢批评政府啊，政府实在是太英明了，政府太辛苦了。你看最近忙着建设，六年国建暂且不提，管是台北市里里外外，内环外环快速道路、南北高架桥、捷运，各种大型广场，好像都商量好了一块儿开工了。清零哐啷哐啷清零，把台北搞得看起来跟个大工地一样。哎，那这么说我们就住在这个公寮里了，而且这公寮还挺贵啊。因为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捷运的施工的蓝图啊，吓我一跳。我看它上面有那个红线、蓝线还有橘线，哎呀，分配成一竖一横一撇一捺，就活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字儿卡。我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哎，不要抽烟啊！哎，这边不能抽烟的啊，这个环境绝对不可以抽烟的啊！我从小就在揣摩那个特权到底是什么滋味儿。别的不提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台北市这个基隆河跟淡水河的两边不晓得什么时候他盖起了一道那个厚厚的、高高的、雄壮威武的大水泥墙，我听说那个是挡水堤防，有9公尺高。我的天哪，9公尺高的挡水堤防啊！换句话说，有一天那个水要是从9公尺高过来的话，那我们台北市不就恢复康熙时代了？后来有一次我开车经过那高架桥，看到淡水河，我明白了，问题它不是挡不挡水的嘛。问题是那个淡水河里面那个还能叫水吗？以我个人的观点看，它比较接近可乐。有的朋友说像仙草蜜，等台风一来就都变成八宝粥了。有这样讲，各位朋友就明白了，你说它那里面还能看吗？哎，这时候我们政府啊就很智慧的、很有魄力的，把我们盖上一道大墙挡起来，大家眼不见为净。遮丑啊，竹墙遮丑这一套我们中国人最了解了啊。有什么东西不好看，盖个墙把它挡起来，看马路上有一道大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让人家看的。哟，那这样讲，那个万里长城到底是遮什么的？万里长城它是遮里面还遮外面的啊？塞外风光好啊，遮里面的。我怎么好像又岔题了啊？哎呀，而且这次岔题好像还是从这个岔题里面再岔出来，你看，哎呦，这是高难度岔题啊！各位朋友多多珍惜啊！我有时候觉得啊，我觉得我这个潜意识里面好像故意在岔题，因为我想替我们这个戏啊，找一个新的表演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戏呢，它是讲一个这个，讲一个很鲁莽的人在一个不搭调的时代里面，啊，遇到一些不搭调的事情。
所以你要想找到一个搭调的表演方法还真不容易。可是这样讲，我刚才的这些不搭调跟这些散神跟不专注好像还蛮得体的啊。那这样讲，这个游戏规则成立的话，各位朋友，你多多包涵，容我偶尔出轨，我先声明一下啊。离题太远了，回题。干什么？离题太远了，回题。还真不错，你离题的把你叫回来。哎，对，这整套这个制作灵感啊，我是来自 KTV 的。哎呀 ，KTV 好啊，我喜欢 KTV 啊，我爱 KTV 啊。大家都去过 KTV 吧？没去过 KTV 的人，起码也进电影院唱过国歌吧？那就是我们最早的 KTV 啊。KTV 真是好，真有意思。KTV 啊，它这个娱乐的方法在台湾已经具有代表性了，对不对？可是我就经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找这个娱乐的时候，他就会喜欢去一个黑黑小小的房间里面，而且空气嘛又糟透了，又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然后一大堆人就围着那个荧光幕开始很高兴的唱歌，哇，一首接一首唱，顺便再吃一点鸭舌头，吃一点豆腐干的话就更高兴，哇，我真是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也很同意，因为我也经常去 KTV， 在 KTV 里面唱歌啊，常常会有一种不搭调的感觉非常强烈。你看，有一次啊，我一口气点了7-8首情歌，等唱完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看那个画面上每一个场景，它居然都是选择在那个野柳海边拍的，就看到一男一女在那奇奇怪怪的石头当中走过来走过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会儿靠靠石头，一会儿拉拉手，两个人脸上的表情还很忧郁。我在想，哦，大概是谈恋爱的关系吧。等那个外景看完了，看到内景了，只要一看到男人抽烟，那就是一根接一根抽啊。女的如果喝酒的话，就是很痛苦的空望着酒杯。等我把所有的歌唱完之后，我都分不清楚哪一首歌是哪一个画面了。我看，反正他也不搭调，所以就不重要。等我唱完了情歌了，我想换换胃口吧。我就唱一些这个励志型的歌曲，我点了一首这个《我是男子汉》，闽南语歌曲，哇西男子汉，就一开始唱的时候一看，那画面上居然出现两个陌生男子开始打起来了，我就打得好厉害，打到最后就突然间出现7-8个、10几个人拿着棒球棒在那个棒球场上打，哎不对，这前几天新闻，哎，反正那两个人呢，就是从头打到尾啊。从屋子里打到屋子外，楼下打楼上，从郊外又打到海边去了。我说怎么又打到海边了呢？哦，大概是拍这支歌的导演跟着前几支情歌是同一天出外景吧。等我唱到那最后两句的时候，无虾米汤喝给高，无虾米汤喝碗汤，啪啪，两个人都跳海里去了。这歌就算唱完了，男子汉也打完了。我说太不搭调了嘛。那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你要嫌我这个人有点不专注啊，有点散神，有点这个不专心，那你不能怪我，因为我受的 KTV 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啊。其实 KTV 它也回题是爱。马上回题，还有一点啊，还没讲完啊。那 KTV 啊，实在是个很伟大的地方。你看唱 KTV 的人唱歌的时候，人跟歌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歌词跟那个画面就更无关。好，在众多的无关当中呢，哎，大家还都很和谐，很愉快。这个大概就是一种 KTV 的精神吧。哇，这是一种很高的意识形态。啊，换句话说，这个唱 KTV 的朋友，很多人大概都已经了悟了一种禅的意境了。可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件事情跳开来看，从某一种角度再去观察的话，我个人认为这 KTV 啊简直就可以代表我们台湾了。你看台湾小小的挤挤的，空气糟透了，又没什么安全措施，可大家都生活得很愉快很和谐，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不搭调的事情发生，哎，大家都不多提，都接受了，上道啊，全民的智慧都处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快要了悟禅的意境了。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如果在台湾生活，你要想再见山是山的话已经不行了啦，
见山是山已经是一个太粗浅的态度了。你想见山是山是吧？那我请问你，那个左营的半屏山它还是山吗？那碧潭它还是潭吗？南港哪里有港啊？内湖内滩那叫湖吗？还有人，你今天说句不好听话，你要想在都市里或者是乡村里买栋房子，你都常常的要有一种高度的幽默感，要不然就要懂得馋。你看有一次我到台北县去钓虾，我看到他们推出了一堆那个新盖好的那个别墅，哇，老远就看到一个彩色的大招牌，上面写东坡别墅，哎，名字取得很雅哦。车子开到旁边一看，他那个附近的马路是百孔千疮不说呀，它四周围的环境是杂草丛生，阴沟废水，苍蝇蚊子，就差没有蛊毒魍魉就对了。我在想，我说这个东坡别墅怎么盖成这个样了呢？它这是什么构想啊？什么组合呀？哦，大概当初盖房子的时候，他们是怀念那个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的情况吧。还有一次我开车经过高架桥，到那个戏址附近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群山之间呢，哎呀，那都不能叫山了啊，那个充其量我看着像一个光秃秃的疙瘩啊，在那个群疙瘩之间呢，还有那个像五线谱的高压线里面呢，它盖好了一栋大厦，它居然叫凡尔赛皇宫大厦，多富丽堂皇的名字啊。可是你要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看到一个比萨斜塔呢。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攒了点钱，他在那个南港内湖交界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他们那个社区叫气壮山河又一庄，他让我去参观参观，我是与有荣焉呢、啊。我开了车子到他们家附近，我是钻大街走小巷，足足找了我20多分钟啊。最后我很怀疑的在一个斜坡上面看到气壮山河又一庄，我过去一看也没有什么气壮啊，也没什么山河嘛。到了同学家，看到同学翘个腿跟几个朋友在打麻将，正好轮到他坐庄，哦，又一庄。说你一人在台湾生活，想要见山是山的话，那可能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是吧？有的人认为台湾这几年来的乱象把它归类成是一种社会的诟病，哎呀，我觉得他们不懂了、啊、我觉得他们不懂，哎，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它可爱就可爱在这些地方了。你看有的人说我们的社会立法不明，立法不明，立法要这么明多没意思啊，是吧？不懂我们的游戏规则嘛。有的人说不是立法不明，是执法不严，执法还不严呢、啊、执法要严的话，你让我们2000万人怎么过日子，那起码要牺牲掉一半了。那有的人说不是立法不明，也不是执法不严，是全社会集体的一个守法观念不够。我个人认为啊，出这种论调的人呢、啊，他要不是外国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匪谍，他根本不了解一个人在都市里参加那个集体修行的一种心态了。我的意思很简单，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中国人的法治啊，就是中国人的法治啊，啊，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的法治呢，他就不能叫做法治，就是说，在这个合法跟不合法之间呢、啊。他必须要自行开辟出来一个模糊而暧昧的空间，让大家在里面呢搞来搞去，自由活动就对了。这，你不要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美感啊，啊，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一个美学观念啊。怎么讲美学观念啊？你看那国画，国画里不是经常有东流一块白，西泼一堆墨，看起来烟雾弥漫，朦朦胧胧的。多像我们的法律啊，中间嘛还有个小人在那边钓鱼，我就不知道他合法不合法，我告诉你。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的法治处处显露出一种禅机啊，外国人想刻意的学都学不会的了。哎，我没谈政治啊，哎，我在谈禅，我在谈禅与生活啊。林清玄没来吧？林清玄没来，我可以多谈一点啊，啊，林清玄如果来的话，请他到旁边先打一下坐啊。我们再谈一点中国人的话头或者是公案啊。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禅门公案，他就是说一个法师在这个禅院里面当住持，禅院嘛，当然有很多僧侣众在里面学习禅、辩论禅。有一天有一个僧侣甲跟僧侣乙啊，他们两个在辩论禅的时候呢，辩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就爬到法师那边去求证一下，
僧侣甲就说，法师啊，如果说啊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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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就应该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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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法师说，嗯，你对。僧侣乙就急了，说法师是这样的，如果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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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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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那为什么还会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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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说，嗯，你对。这时候有个僧侣丙在旁边扫树叶，差点没晕过去，马上跑过来求证说，法师不太对，因为你说他对，你又说他对，这到底他们谁对呢？法师说，嗯，你对。大家要懂得这个故事的话，那你在台湾生活大概就没什么问题了。前一阵子我在一个杂志上面啊，看到一个这个座谈会的一个什么报告，他是说这个92年的时候啊，那福德坑垃圾掩埋场啊，他就要埋满了，那个垃圾坑满出来，大家看过没有？换句话说，那就是说每一个月台北市有5000吨的垃圾就没地方去了。所以他面对着那个激烈的在质询的环保人士啊，有关单位的一些回答大概是这样。我问你，92年的福德坑是不是要埋满了？对呀、啊。满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地方倒垃圾，对不对？对呀、啊。那你是不是要找地方倒啊？对呀、啊。可是南港内湖又拒绝开垃圾坑，对不对？对呀、啊。哎，那你要想办法嘛。对呀、啊。可是你想不出办法，对不对？对呀、啊。哎，你不能老说对对对嘛。对。哎，我怀疑你没有听我讲话，你是不是在听 Walkman？ 对。我们的禅跟生活打成一片了。回题吧，回题吧。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又岔题了。哎呀，我好像一辈子都在岔题。我应该检讨，要检讨。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岔题的时间好像比进入主题的时间还长啊。这岔题的时间比进入主题的时间长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岔题就是主题喽。可是岔题如果是主题的话，那岔题的题又是什么东西啊？哎，大概这一切就是生命的本质啊。不管了，现在我们把本质丢开啊，我们进入岔题。哎，不对，把岔题丢开，进入本质，不是把本质丢开，进入本质。哎。你回不回去？你干！你回去？你为什么回去？你现在让你回去，为什么回去？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回去，马上回去！你为什么回去？什么莫名其妙的？你看，哎，奇怪啊！我不记得有录这一段啊。他怎么变那么凶啊？他有生命了？哎，是不是我潜意识跑出去了？你独立了是吧？好好好，你独立了哈。等一下，我想办法把你给统一了。好像少了把宝剑啊。话说40年以前的北台湾，故事的主人翁在一个破庙里头诞生了。这个庙破的只剩下一个角落不漏水，倒也满是生灰啊。神台上的神只剩下一尊护法还在那儿撑着，倒也犹有余光射斗牛啊。这个诞生的小孩他叫阿大。那个时候叫阿大没有人会笑啊，因为他本名叫发达，小名叫阿大。阿达这个小孩生下来他就很特别很敏感，就是说他会看到一些东西。那当然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但会像一般的小孩一样看到那个青山绿水的环境啊，同时他也可以看到一些超自然里面的东西啊，就是说一些神啊一些鬼啊啊，所以这样子呢，有些小孩就有点怕他嫌他嘛。你想一个小孩老对空气讲话怎么可以呢？哎，你们要飞了，不要飞嘛，走嘛，我们一起去吃冰嘛。不去就算了，哎，你不要把自己的骨头丢地上嘛。这是什么对话呀？阿达小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敏感，他每一次在那个青山绿水当中玩耍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他自己那个呼吸好像跟大自然的呼吸都连在一起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个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就是他，
那种谁也分不出谁的那种感觉真是密切，真好。阿达家的童年呢，是住在台北盆地的东边，也就是今天信义计划一带啊。那个时候台北还很年轻，还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少年时代，马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野花，当然也到处都会踩得到野屎。一般的房子都盖得不高，很少人超过四层楼的，所以阿达家的东边很清楚就可以看到拇指山，西边就遥望观音山，南边就是公馆的蟾蜍山，北边直望大屯山。公馆的蟾蜍山上有美军十三航空大队的大雷达，大屯山上有台湾土产的大野猪。一到了双十国庆的时候，阿达跟一些小朋友只要爬到一个稍微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总统府前面的阅兵大典呢、啊。真的，阿达他们可以一口气看完国军各式各样的飞机跟美军各式各样的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跨过了拇指山，绕过了阿达家的上空，直奔总统府阅兵台。他们似乎就可以看到总统站在阳台上向大家挥手，还顺便向他微笑。阿达家的旁边呢有一个菜场，这个菜场是日据时代处决犯人的地方，所以阿达就经常在那个菜场里面看到一些头不连身身不连腿的鬼魂，甚至于还可以看到一些没有了头的一些抱头鬼在市场里面走来走去找东西吃。阿达就喜欢跟着他后面看，他想要看看他找到东西之后是这样吃呢还是这样吃。他不但一次都没有看到过，他连那个抱头鬼打嗝的样子他都不知道。时间久了之后，菜场这批鬼就变成阿达的朋友了，有的时候还会把他找到旁边去，告诉他一些古老而悲伤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叫阿萨利的鬼，阿萨利教阿达唱了很多日本歌，还也教他唱了一些日本文化的台湾歌，而且阿萨利说不要学歌词，歌词太悲伤了，用我的方法唱可以超越悲伤。哎，阿达也学会了。时间长了之后，菜场这批鬼自然就变成阿达生活中的一种避风港了。可是在阿达的生活当中，并不只是只有菜场这些鬼啊，在阿达这个上学的路上，他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清朝的时候留下来的鬼在自己的墓园里面请客啊玩耍呀、啊，还有他们家对面的马路旁边都停满了一排一排的从韩国战场拖回来的美军坦克。阿达在那些坦克与坦克之间经常会看到一些韩国鬼，偶尔还夹杂着一些失落的美国鬼。美国鬼也好，韩国鬼也好，都希望赶快把坦克车修好开回老家去。可是飘荡在阿达的生活当中最多的一种鬼，应该还是要算是从大陆来的鬼，或许我们应该说是从大陆到了台湾之后才变成鬼的鬼啊，因为这些人当初都是随着自己的亲人经过一场大动乱之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来了，这时候人呢、就松了一口气啊，就走了。那么像这种鬼啊，每一个礼拜都增加很多啊。清朝留下来的鬼和那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鬼，面对着每天增加的这么多新鬼，偶尔也会跑到阿达那边去抱怨。他们说他们是很希望能够尽地主之谊啊，可是又怕失去地主之力，所以想来想去，觉得他们自己是两面不是人呐、在阿达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个一切都临时的时代，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将就的，一切都不在乎。阿达的父亲就是在一个临时单位里面当临时雇员，马路上很多街道的名称临时取的，都市计划也是个临时的都市计划，政府也是临时政府，首都也是临时首都，连个宪法都是临时条款。阿达当初诞生的那个破庙啊，后来就被国军拆掉，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军营，所以阿达的父亲就很惊慌啊，马上跑去跟两户人家特别情商，各借了人家一边的墙壁，然后自己搭上一个屋顶，前后门一堵，哎，变成阿达临时的一个新家。家虽然小啊，当然一定温暖嘛，可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那个屋子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大电线杆，你又不能把它给拔掉啊。时间久了之后还蛮方便的，因为只要往上面搭一根电线，它临时就通了电了。哇，这根电线杆在阿达的童年生活当中还是蛮风光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哪个小朋友家里面有电线杆呢？
有一天阿达家的门口来了个临时摊贩，想要在门口卖阳春面做生意，所以老板就跑到阿达家来跟他的父亲央求，哎，老兄啊，帮个忙好不好，在你们家门口摆个摊子啊，做点小生意养家活口。阿达的父亲不想要接受，老板就继续的央求，哎呀，老兄帮忙嘛，是吧，大伙儿现在都临时的嘛，你看你也是临时的是吧，我也是临时的，大伙儿都是临时的嘛。阿达的父亲当然没有什么话说了，就让他摆吧。没想到到了当天晚上啊，那个老板手上拿了一捆电线，又跑来找阿达的父亲，哎，老兄，哎，好人做到底，你给我接点电好不好，我生意做晚一点。阿达的父亲当然不愿意接受了，你既然你给你摆摊子了，还要给你接电，太不方便了吧。哎呀，老兄你帮帮忙嘛，中国人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靠电线杆吃点电嘛吧。不是老兄，不是我不帮你忙，是今天如果我给你接的话，别人也会来接，等大家都来接了，上面知道了就不太好啊。哎呦，您放心好了，天高皇帝远，他们不会知道的，何况他们不是自个儿就说了吗，明年他们就要回去了嘛，他们回去之后你说谁来收电费啊，没人了哈，到时候这电线杆就是你的啦。哎，你怎么这样讲话呀，好，不管你怎么说啊，我这个人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你当和尚不要紧呢，我还怕这庙哪一天不见了呢。哎，你什么意思啊？是是，我说这个台湾这个临时政府，它要哪一天变成永恒的了，你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对政府那么没有信心嘛？你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再过两年我们一定可以回南京的，这点我可以跟你打赌。阿达的父亲是非常爱国，可惜他一辈子打赌没赢过。阿达八九岁的时候出事了。阿达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啊，阿达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像感冒，不是感冒，他觉得他这个脊椎骨后面开始麻了，麻麻的，而且这个麻的感觉一直往上升，升到他后脑，又升到他下颚，然后整个的脑子就开始胀，就两股力量好像有一个力量从里面要跑出去的感觉，但是跑不出去，外面有一股力量要挤进来又挤不进来，就是两股力量一直在折腾他，他父母就很着急啊，马上就请来了各种医生各种大夫来看看，可是所有的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原因。然后阿达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天一天瘦下去，小小的阿达好像在那个时候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生命中的空虚了，就这样子躺在床上三个礼拜左右，越来越痛苦啊，他觉得自己好像都跟自己要分开那种感觉，越来越痛苦，一会儿出冷汗一会儿出热汗，急得他爸爸妈妈一会儿给他吃干饭一会儿吃稀饭，一会儿请中医一会儿请西医，一会儿请牧师一会儿请道士，可是大家都没有办法，那两股力量就一直在他脑子里这样挤啊压的，让阿达不断的会发出一种尖叫声，后来这种尖叫声就自动的跑到脑海里去发生了，在脑子里这样的哗，而且让那个小孩产生一种好像一种虚幻的现象，他似乎看到那个青山绿水在枯萎，他看到一棵大树好像变枯了之后还要把它吸上去挂在上面，他有的时候还看到那个大树好像要冲进自己脑海里来。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随着一颗不知名彗星的陨落，阿达在一个噩梦当中惊醒过来，啪，觉得人整个好像炸开来了，他觉得他自己被分尸了，所有的内在被倒出来那种感觉。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哎，脑子里这股力量好像不再往外冲了，暂时停止了，外面那股力量也不再往里挤了，可是人好像变得更空洞了，而且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存在了，在分开，他很害怕呀，马上就偷偷地穿上衣服，瞒着他的父母就跑到菜场去找那批鬼。当他经过路边的一个土地庙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平常看得到的土地公看不到了？到了菜场之后才发现，哎，这批鬼怎么看起来比平常看起来模糊？阿达就一直叫他们，他们听不到。阿达使劲地叫阿萨利，用力地叫阿萨利，阿萨利听不到。然后他觉得这批鬼好像在自己的梦里一样，渐渐的他觉得他自己好像也在这个梦里面，一个很奇特的永无休止的一种梦。
阿达很惶恐啊，马上跑回家去，躺在床上，这一躺起不来了。第二天，爸爸妈妈同样的求爷爷告奶奶去请各种医生各种大夫来看他们这个宝贝儿子，可是所有的医生看完了都摇着头说没有办法，甚至于还有人警告他的父母说你们可能要准备节哀了。一直到某一天晚上，连阿达自己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晚了吧。当到了深夜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沉沉入睡的时候，阿达的床边竟然走来一个神秘的影子。阿达一看有点惊慌，这个神秘客画起了一根蜡烛，阿达就着烛光底下一看，吓一大跳，原来这个神秘客长得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再一看他长得比自己还真实，脸上表情好丰富，有比阿达虚弱的时候还要虚弱的一种表情，比阿达健康还要健康，快乐还要快乐，悲哀还要悲哀的一种表情，可是脸上外表却是一个很安详的青山绿水的模样。阿达看着这个人，看着看着就觉得怎么自己好像又在不见了，不见了，他就怕怕地问他，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你病了，所以你不认识我了。你是谁？我是你朋友。你就是我。你就是我，因为我不存在了，所以你就是我，是不是？嘘，你现在不要多说话，身子太虚，我是来帮助你的。来，这神秘客从嘴里吐出来一颗珠子，而且让阿达含到嘴里去。阿达一看这珠子，上面有这么多口水。我的口水就是你的口水，你含着它对你有帮助。来，阿达就真的把这个珠子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放进去那一刹那呀，哇，好清爽啊，好像他含到了一种大气的精华那种感觉，好像含到了一种好像失去了很久的一种生命力那种感觉。然后那神秘客就坐在阿达的床边，握着阿达的手，好舒服好舒服的一种感觉一直给过来。渐渐的阿达就睡着了。到了下半夜的时候，这个神秘客就把阿达嘴里的珠子拿出来，安静的走了。第二天阿达就觉得自己好像好了一半了，他觉得他再度徜徉在那个青山绿水当中了。就这样，每天晚上那个神秘客就会来给阿达的含珠子，陪他聊天，深夜走人。第二天又来给他含珠子，陪他聊天，深夜走人。才一个礼拜的光景，阿达已经可以站起来跟他的家人吃饭聊天玩耍了。当然那个神秘客也很自然地变成阿达的一个挚友。有一天晚上，阿达在家里面很兴奋地在等着他的挚友来给他含珠子，而且他越等就越兴奋。为什么越等越兴奋呢？因为阿达突然间想要拥有这颗珠子了。他心里面想，我老是这么临时的含着太不过瘾了。他想到老板跟他爸爸的对话，说万一临时变永恒了那该多好啊。而且他不晓得是听阿萨利还是听哪一个鬼说过啊，像这样的珠子如果你含到嘴里的话就可以起死回生，如果说你把它吞到肚子里去呢，你就可以长生不老，而且可以享受荣华富贵。那阿达就算再小两岁他也懂这个道理嘛。过了一会儿，果然他的挚友来了，跟平常一样点起了一根蜡烛，也跟平常一样阿达的父母在沉沉地睡着，也跟平常一样挚友拿出了珠子让阿达含着。阿达看着这颗珠子，觉得这颗珠子今天晚上分外明亮。哎呀，阿达的心跳加速，他那个心跳声替那个寂静的夜晚谱上了强烈的节奏。阿达先开口说话，这段时间真的是很感谢你这样照顾我。应该的。我问你啊，那个珠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的挚友很安详地看着阿达说，这个珠子是你我之间要含着的一个东西，含着它尝它的味道，含着它你就会越来越接近自己，含久了你就会变成你自己。来拿去。哦，可是这个珠子啊只能含着不能吞下去。来，
拿过去的时候还讲了，补充了一句，吞下去的话我们两个都完了，吞下去是最愚蠢的事情。阿达就好像一个没有心的人一样，拿过来呼突就往嘴巴里塞，夸他就进去了，哗一下脑子里产生一股闪电一样的感觉，然后两个人很惊讶的就看着对方都不说话，就这样看着看着，好像过了很久很久，或许只是一刹那，可是阿达觉得好像过了好多天好多年。最后还是他的挚友啊，慢慢的站起身来，只说了一句，我必须要走了。阿达的身体动了一动，好像要挽留他，不要留恋。他的挚友戴起了帽子，拿着蜡烛安静地走了。寂静的夜里就再也听不到阿达的心跳声了。哎，很沉重是吧？我刚才说过，我说这是一个很沉重很悲惨的一个故事嘛，是吧？没关系，我们找点消遣啊，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哎，这里有现成的唱歌的装备嘛。好，我们唱一首这个，哎，唱一首这个阿达小的时候跟阿萨利学的一首这个日本文化的台湾歌，而且这种唱法啊，用阿萨利的唱法，好像可以超越悲伤，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可以永远唱不完，你爱唱多久唱多久，我们来试试看啊。拿错了。签的啊，各位朋友，我们一会儿见。说出来啊，最近这个统独的问题啊，在国府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分成统一派跟独立派呢？好像这两件事情永远相冲突一样。我不是这样看事情的，我觉得事情要有轻重缓急啊，所以各位听我的主张啊，我主张啊，我们先统一，统一之后我们再独立，哎，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讲了嘛，这样他们都没话讲了嘛，这样皆大欢喜吧，是吧？对了，就这样子了啊，我们嘴巴说过就算解决了啊。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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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他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刚才我唱这个 KTV 好像觉得唱的不过瘾啊。哎呀，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那个 KTV 里面，我唱了呢，唱到120多，哎，
哇，那次经验难得，那次真是让人有一种感觉，好像真的要忘我了。哎，忘我大家知道吧？忘我就是一种很突发的，一种很难解释的啊。忘我就是一种这个突然间他就忘。哎，刚才讲过了嘛？哎呀，真是啊，不管，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没唱过瘾，我想现在再来玩一玩 KTV， 因为是这样子的。常常在 KTV 里面唱歌，唱久了所有的歌都唱烦了，自己会唱的也都唱完了，所以我就发展出了一点个人的小乐趣。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很脱俗的嗜好，我喜欢听相声。哎，现在有这种嗜好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喜欢听相声，继而就喜欢讲相声。那跟谁讲啊？自己就拿一个小 V8 的摄影机啊，我就拍我自己，拍了很多那个在相声里搭腔的那种角色，然后我就把这种相声的 KTV 当作是一个卡拉哈哈，拍了很多卡拉哈哈，里面有很多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情形，有的是很高兴啊，好像有的时候是聊天啊，有的时候又像吵架，反正这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快要分裂的人要玩的东西。不是我啊，我很完整啊，我完全没有分裂啊，我是想玩给那个快要分裂的人看一看。大家都很完整，都很完整。我们现在来一个野人献铺啊，来献丑一下。朋友啊，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吧。来了，跟大家问个好吧。当然，大家好。哎呀。谢谢。我说朋友，今天我跟你同台演出啊，我有点为你担心呐。你担心什么？我怕你准备不够啊。怕我准备不够？哎，我还怕你准备不够呢。我准备够了。你准备够了啊？可是我根本不需要准备啊。啊？我是个录影带啊，录完了只要放就好了嘛。你对词儿要小心点才对啊。这么说我难度比你高？高多了，要跟你对话好像考驾照一样，是吧？有一点这个意思哦。那我得小心一点。哎，你也别太拽。哎，相声分主讲跟搭腔两种，你知道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你说你今天来干什么的？我今天是来搭腔的。哎，你自己知道就好。是，所以说你存在的功能就是为了要让我爽啊。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不错不错，开始吧。来报个名啊。好，李发，李发的朋友上台鞠躬。开场诗：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垃圾山。垃圾山干什么？你不要管，你往下念嘛。啊，好，垃圾山上种毛豆。种毛豆干什么？乐色山不种毛豆，你还想种什么？哦，下面。那明年炒个回锅肉。嗨，回锅肉干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开场诗啊。这什么开场诗啊？这是最写实的开场诗啊。还写实啊？啊，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已经脱节了嘛。我脱节？我都快不清醒了，你还想不脱节吗？是，应该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完全不明白我们台湾这几年来所过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了。是吗？哎呀，我不说别的，我们从小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现在大部分都改行了，你知道吗？哦，日子不好过。什么不好过？改行之后就太好过了嘛。哦，好过。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一个平凡的背景当中靠个人去奋斗出一片天地来的，大家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求新求变求财富，而且不会忘掉自己的传统，不是很好吗？嗯，这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过去有很多人呢，他从那个卑微而古老的行业里面他改了行了，发了财了，成为先进社会里的先进国民了。您是说改行啊？这样讲你就懂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哎，啊，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在街边做那个捧米乓的，你还记得吧？捧米乓？对，就是爆米花，拿个奶粉罐子里面放了米，往那个大炮里面一倒，下面有那个火在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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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一声炮响就完成了那个。是捧米乓，知道了，啊，知道了。他改行了？改行了，发了。啊，他做什么？他去贩卖军火了。啊，他觉得这个行业跟他原来的行业还非常神似。是，他很努力的在工作。卖枪还努力啊？哎，他这个事业给他的生命都带来了新方向啊。
什么新方向？他有一个很大的憧憬，他希望将来台湾人人都能有一把枪。那还得了啊？没有什么不得了啊，将来小学生上招会的时候先检查枪支嘛。那多危险，那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当然带连发的了，是吧？啊，要不然怎么罩得住啊？是罩不住。而你以此类推，他的业务就必须要扩大了，将来校长上班的时候就得开个坦克车，教育部长来视察就开个大轰炸机啊。那像话吗？这也不能怪我们，这古代留下来的一种气氛。古代就有啊，你看那至圣先师孔子腰上不是挂了把宝剑吗？好，我请问你一下，那这样的话你们国防部还要他来干什么呢？国防部啊，国防部啊，国发部那干脆以后就插插花嘛，写写散文就算了嘛。写什么散文呢？散文题目很多，你不必问我嘛。枪支保养法、枪伤维护法、假如我是一支枪。哎，我请问你一下啊。你问，这个行业应该是不合法的吧？我告诉你啊，在台湾呢，凡是这么大格局的事情啊，多半不合法啊，公开的秘密啊。哎，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人在改行是不是？有啊。哪些人呢？还有一个是在街边做那个捏面人的。哦，捏面人。哎，我们最喜欢看他捏出来那个七彩的小人啊。哎，捏面人。哎，后来他也改行了。他也改行了？他发了。他发了？发了。他做什么？他开了好多家马杀鸡店呢。什么呀，我到底在发面呢。而且他没有忘了传统吧。哎，你不要乱摸了，你小心我漏电。哎，我想请问你啊。你问。这个也不合法吧？在台湾呢，凡是这么好玩的事情啊都不合法。哎呀，过瘾吧。哎，我再请问你一下。你问。他那个捏面人呢，有一套画七彩小人的功夫啊。对，如果丢掉的话是不是太可惜了？不，他没有辜负这一套功夫啊。他顺便的开了一家雷射纹身刺青中心啊。我告诉你，他刺出来的龙可漂亮了。他是个有底子的人嘛。是有底子。我们家附近的小太保就爱找他刺，那黑社会的老大都指明了要他纹龙的。厉害。可是这位先生他有个毛病。什么毛病？他总是不能够忘怀他过去的那个老职业习惯。哦，原来捏面人那个老习惯。对，那个捏面人他不是捏完了之后他要拿一个小竹棒往下面这么一捅吗？这什么习惯呢？这人家就不让他捅啊。是不让他捅啊，他就追着人家捅啊。别怕别怕，回来吧。他也太忘怀不了这个老传统了吗？有一回他要捅一个黑社会老大，人家说什么都不让他捅。那是不给他捅吗？逼得人家把枪都拔出来了啊，他就不敢捅了，默默地给人家闻吧。哎哎，一会儿功夫果然闻出一条漂亮而威武的龙。真棒。可是再往下面一看呢，哎，怎么了？这龙下面怎么还是多闻了一根棒子？嗨，这龙还在棒子上啊。这老大一辈子都毁了吗？以后给这女朋友看龙的时候扣子只能开到这儿了。下面的威风全泡汤喽。哎，我说你也别太激动。哎，你记不记得以前还有一个做那个绿豆糕的？哦，绿豆糕啊，就是一个大铁板子，里面有一个洞一个洞的，把那绿豆粉往里面一放，咔嚓一压，香喷喷绿油油的绿豆糕就出来了。谁？绿豆糕。而且他的绿豆糕做的还好精致，上面有红线绿线紫线，花花绿绿的，可漂亮。这么精致啊。我非常怀念他。哦，他改行了。改行了。他也没忘传统。没忘传统。他做什么？他在家印钞票啊。我告诉你，他印出来钞票可真漂亮，花花绿绿的，可精彩了。我告诉你，是可以想象。哇，那真是像极了。嗯，可是像归像，他总是会失败。不是，印的像为什么会失败呢？不是，他像，可是他不能花，有什么用啊？印的像为什么不能花呢？哎呀，它每一张都这么厚吗？你印个一万块就一大叠了嘛，印个十万块就没地方放了嘛。你说这个人要是你的话，你挫折感大不大？那是吗？连警察都笑他们。哎，调查局宁肯抓学生也不愿意抓他了。抓不动啊，抓不动啊。抓也不是像你这个抓法。
你刚才说，哎，还有很多改行的是吧？是啊，哪些改行的？哦，还有一个是，等等啊，你讲点高水准一点的，高水准一点的，哎，高水准一点，哦，高水准有啊，你说有南部啊，有一个拆船的，对了，哦，拆船大亨，不是，他亲自拆船的。哦，拆船工人，哎，他有个外号叫怪手啊。过去台湾的拆船业是很蓬勃的，那是因为拆船工人厉害啊，进到船舱之后，见到东西就拆呀、啊，拆到最后，拆到全世界第一位去了，猛不猛？猛，高不高吧？高。好，后来怪手也改行了，他也改行了，发了，他他妈是真的发了，啊、他做什么了？他进立法院干立法委员了。你嘿呀！你说高不高吧？高啊，为群众服务嘛。哎呀，为群众服务不服务就不知道了，反正他红了。他不为群众服务他怎么会红呢？哎，他一去就创纪录啊。创什么纪录？他一个月之内就拆掉了47根麦克风啊。你嗨，他见到就拆嘛。我们每天看的电视新闻还以为画面重播呢，我说。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派个人把他给看牢了呢？那应该把他看牢了。哎，有一回就没有看牢，啊，他回头啪嗒一下把讲台就去了一半了，啊，电风扇都拉到地上在踩呢，危险呢。这时候有个老立委啊，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推了个轮椅过来制止他。应该的，他回头啪嗒一下把那个轮椅就变成一堆废铁了。那老先生怎么办呢？老先生气得站起来就走路回家了。你们这儿真是一片欣欣向荣啊。哎，我们的社会真是安和乐利啊。是，大家都是好人啊。对，连我们院长都姓郝啊。大家都在自己的理想里面奔驰，做大事，立大功，赚大钱呢。好，哎，然后呢？然后再赚更多的钱呢。不是，然后呢？然后再赚更多更多的钱嘛。不错，然后呢？哎，然后再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嘛，讨厌啊！最然后呢？最然后就死了。怎么那么悲观呢？谁悲观了？没人悲观，这很爽啊，很实在的事情啊。哦，我告诉你，我干爹当初就是这样死的。你干爹啊？我干爹当初就是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之后，哎，突然间生了一场疾病，送医急救。是什么病啊？当然是高血压跟糖尿病嘛。哎。你也别叹气，在台湾的其他的病死掉就不够气派啊。哎，我问你，多年不见，你有没有糖尿病啊？我没有。那你不行嘛。怎么了？我们家连猫都有高血压，我告诉你啊，连狗都有糖尿病。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最新的成语叫不苟言尿。不苟言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狗都不敢去验尿嘛。好，你说你干爹后来怎么了？我干爹那天不是送医院吗？啊，是我送他去医院的。是，那个救护车经过那圆山附近呢，我干爹就跟我说：“阿发呀，今天基隆河的河水好干净啊。”有感情啊！说这个话就表示他快完蛋了。啊！我让那司机把窗户打开透点气。我干爹又说：“阿发呀，我觉得台北的天空好晴朗。”空气好芬芳啊，有感触啊！说这个话就表示差不多了啊！我干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就说：“阿发，我好喜欢台北这个美好的城市。”其言也善，我确定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了。怎么这样？车子到了医院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亲朋好友，我干哥哥也赶来了。我干哥哥手上抱着一大捆存折，就对我干爹说：“爹，所有的存折我都给你带来了。”我干爹说：“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再看什么存折了，人已经超然了，我要看现金呐。”这话一说，连警车都来开到了，一个大货柜的股票钞票马上运到医院。往哪儿摆啊？医院也很会做人，马上把那大礼堂就借给我们摆这些股票跟钞票。医院真好。那一刹那就看着我干爹左手握着钞票，右手握着股票，嘴里头含着期货单，那一刹那眼神一震，氧气罩也不要了，扁滴管也拔了，好，电极器也甩了，好，他好了。什么呀？他死了。怎么那么悲哀呢？没有啊，
他很幸福很美满的走完了这一程了。太奇怪了吧。一点都不奇怪，他生命收盘的时候是一个永恒的涨停板呢、啊。嗨，李发，李发的朋友下台鞠躬。卡拉哈哈，经常在家里面自己玩这个卡拉哈哈，玩着玩着好像觉得自己发泄了一些对社会的不满，或者是说对社会的关怀，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内在永远不会得到一种真正的安定啊！哎呦，刚才算是蓄意的插了个题啊！哎呦，那我得蓄意道歉。我们马上言归正传。理由实在是太小了，明天跟消防队借个大的。话说阿达一天一天的长大了，台北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不同的是台北长得比他快多了。长大之后的阿达，那当然自从吞了珠子之后身体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他财源滚滚，机会很多呀。可是他这个人呢，就算是彻底的分裂了，内在越来越不安定了，他不在乎也不重视什么了，心里面只坚守着一种爽就好的哲学。长大之后的阿达做了七八样工作，改了七八次的行，最后给他当上了演员。哎，或许他这种状况去当演员没什么不合适的。好，当了演员之后，他就单元剧、连续剧、综艺节目、社交节目他全都来，他还走南闯北的作秀。在人生的舞台上，他经常扮演别人，也扮演他自己。他还拍广告，经常参加一些半自传性的舞台剧的演出。哎呀，太奇怪了。反正不管怎么说，他阿达他糊里糊涂的工作了几年呢，居然口碑还不错。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从小记性很好，背书背得比别人快，所以长大之后当演员，拿起剧本看几遍，这个剧本就可以丢本了，就可以演出了。甚至于还有一些记者朋友很赞叹地问他啊，请问一下，你这一档连续剧是演一个很复杂的医生啊，谈一谈你是怎么去揣摩这个医生生活的。阿达的回答是，哎，那个连续剧里的医生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我们从来不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也不必到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只要专心地谈恋爱就可以了。在阿达的心目当中，认为从事表演工作就等于是从事一种情绪转移的工作。什么叫情绪转移啊？好比说，这拿以前某一件事情的经验来这件事情用就是了。比方说有一次阿达在戏里面他要演一个杀人的角色，那阿达从来没有杀过人，那怎么办呢？他从小他只杀过蚊子，杀过蟑螂嘛，那你总不能这样杀吧，我看你往哪儿跑。也不能这样吧，我跟你不共戴天之仇。后来他突然间想到了他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跟他母亲合作拧干一个大床单的那个经验，哇，那一次他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他觉得那次的经验可以转移，所以他就凝视着对方，等镜头一到他的时候，呀，杀日啊！导播说他演得太传神了，反正对方就死得太惨了，再也不敢跟他演对手戏了。还有一次啊，阿达轮到他在这个戏里面演这个被杀的角色，那阿达从来没有被杀过，他突然间想到，有一次他在冲凉的时候，那个洗澡水突然间从很热转变成很凉，他觉得那个感觉可以运用，所以他就凝视着对方，紧紧地记住那个温水感觉，等镜头一转到他。导播说他死得太漂亮了。凡是一遇到暴力的戏，阿达就特别的拿手，可是一演到感情戏啊，阿达就觉得自己很尴尬，他觉得他这个手足无措，他觉得自己好像内心都残废了，他甚至觉得旁边的人好像也都残废了。每当他面对着那个不断在掉眼泪的女主角啊，阿达都茫然了，他觉得好奇怪啊，这人类的眼泪应该是最隐私的事情，为什么他就可以像自来水一样说流就流啊？他
他是不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当中哭泣啊？阿达受女主角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连回家打开水龙头洗手的时候看到自来水都心如刀割啊。他觉得水龙头的内心是不是有了什么伤害了？有一次轮到阿达在戏里面演一个哭的戏，结果阿达哭不出来。可是只要他一想到当年曾经给他含珠子那个挚友，他就会想哭，但是他不敢去碰那份感情，所以阿达自己就渐渐地发展出了一种暴力式的感情。这种暴力式的感情替阿达获得了一个新的形象。哒哒哒哒哒哒，我爱你。我需要你。你不要走，你听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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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我去打119。这种暴力式的感情让阿达在社会上获得了普遍的肯定，尤其是受到儿童的重视。可是阿达自己这个时候越来越不对劲了，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出卖自己的感情，所以他的感情就越来越错乱，生活也就越来越麻痹。人嘛，人往高处爬嘛。阿达也跟他的所有的同事一样，开始去喜欢经营各种行业。他去开餐厅，开茶艺馆，开卡拉 OK， 开服装店，开啤酒屋，反正什么东西时髦他就跟着什么做。阿达的事业也发展得很好，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他自己也开始喜欢去买一些消费品，家里面有各种最新的电器、装潢、装饰品，生活中所有的必需品他是应有尽有，把自己家里面搞得非常舒服。可惜他很少在家。他那个名片啊，看起来就跟一张圣诞卡这么大小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阿达的事业也是包罗万象啊，他从酒廊的合伙人，到证券行的股东，到慈善事业的董事，他通通来。因为事情做多了嘛，人那个事情多，有的时候难免会错乱嘛，所以阿达有的时候用的开酒廊的经验去指导慈善事业该有的态度，又用慈善事业的经验去解决这个证券行里面所发生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在台湾是可能不大打紧，但是阿达自己的内心是越来越错乱，他越来越分不清楚场合了。有一次是在一个慈善晚会上面啊，是为了替除妓筹募基金的一个慈善晚会，轮到阿达上台发言。阿达的发言是简单扼要，可是语惊四座。我们知道这个除妓的问题非常严重，这除妓啊，他们都很年轻啊，很天真，龙马是又起来了。要想帮助他们的话，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大家多多捧场嘛。谢谢谢谢谢谢。长年累月的花天酒地的结果，让阿达越来越认不清楚自己是谁了，也认不清楚别人是谁了。有一次在一个国际航线上面坐飞机，他把那个免费的 brandy 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突然间想让空中小姐过来一下，他居然用这种方法，就真的还过来两位菲律宾小姐。阿达抬头一看，这家还用外籍劳工啊，一时冲动想把他们带出场，正要行动的时候，正好听到机长的广播，现在高度是39000英尺，欢迎带出场。阿达在他麻痹的生活当中渐渐地开始喜欢去累积一些东西了，累积财富，累积物质，累积头衔，累积各种社会关系。当他都累积了很多东西之后，突然间发现怎么自己跟自己的家人越来越疏远了。基本上阿达是一个每天都会回家的男人，可是每次他回到家里都没有办法跟他自己的家人相处，因为当他回家的时候呢，家人都已经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家人都走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他每次看到他家人的时候都是他家人睡着的时候，他家人看到他也是他睡着的时候，他们这一家人就在一块儿睡了好多年。有一次阿达起床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儿子竟然上国中了，他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他不相信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孩子。他冲动地跑进自己的书房，把那个照片簿拿出来一本本地看，里面确实有年轻时候的自己，他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他的家。
那一刹那，那个爽就好的哲学开始一块一块的崩溃。阿达是痛下决心呐、他要自己痛改前非，以后一定要多花出一点时间来陪陪自己的老婆，再多花出一点时间陪陪自己的孩子。可是每天晚上一到了9-10点钟左右，阿达就会身不由主地站起身来，穿上外套，摸摸荷包，走出家门，像一个游魂一样逛在台北街头。他玩遍了台北的夜生活，可是什么都不能让他记得。他只知道第二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床上再度醒来。想多陪陪老婆多陪陪孩子的计划只得顺延了。所以我说，一个人你错乱没关系，你不要影响环境啊。在阿达的环境当中，受阿达影响最深的应该是他们家那只忠实的大狼狗。那大狼狗啊，每天晚上都要睁开一个睡眼朦胧的眼睛去迎接一个醉眼朦胧的主人回家。因为一个是睡眼朦胧，一个又是醉眼朦胧，两个又在深夜交替，这种眼光啊，所以久了之后，这个大狼狗竟然产生一种心理状态异常的现象啊，就是狗格分裂了，它越来越偏爱猫食，家人就很不安呢，就是这个，就希望这个狗能快点回原位，想要替它重建狗格啊。就在他那个已经习惯的猫食里面偷偷放进一点狗食，没想到这个大狼狗很不高兴，把那狗食挑掉，把猫食吃完。阿达看着这狗怎么变这么可怜呢、好，把它带出去溜一溜，让它在外面活动活动，或许可以回忆当年。他们俩就走在外面，没想到大狼狗一看到有别的狗过来就拼命的闪躲，一看到有蝴蝶在路边它就拼命的追逐啊，一看到有猫过来好像同类一样拼命的想上。哎呦，阿达觉得实在太糗了，怎么这样的，把那大狼狗就拼命的拉回家去，拉一拉，拉那个大狼狗扯着脖子就拼命的狂叫，喵喵喵喵。阿达站在旁边愣了半天呢、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他想了好久，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从台北那个大漩涡当中跳出来了，疏离出来了，然后很茫然的站在旁边看着那道急流又回不去了，心中真是不知如何是好。阿达就从他麻痹的生活当中清醒过来了，可是清醒过来的滋味并不好受，因为他开始看一切都不顺眼了。以前没有发现，怎么现在都这样了？他越看越不顺眼，他讨厌任何东西，他开始见山不是山了，他尤其讨厌他自己。就在他讨厌自己的同时呢，他常常会想起那个当年曾经给他含珠子那个挚友，在他最患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他常常想起他，他记得他说，如果把这珠子吞下去的话，两个人都完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呢？他也长大了吗？阿达常常怀念他，就好像一个异乡客在怀念自己故乡那种感觉。所以阿达就经常跑到他童年长大的地方去徘徊，当然了，童年玩耍的一些巷道都找不到了，他就跑到那个菜场附近一看，哇，都已经变成一栋一栋的大厦，二丁挂的大厦，白铁皮的大厦，上面有五光十色的招牌。他又跑到当年曾经爬上去看阅兵大典那个地方，早就已经变成那个14层楼的建筑了。阿达就跑进去，坐着电梯冲到楼顶，往外一看，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阿达自己就经常在这个信义计划一带啊，徘徊来徘徊去，仿佛他在那边就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些青山绿水，看到当年那些神啊鬼啊，看到他的挚友啊，似乎就觉得那个挚友就站在青山绿水当中。阿达经常在这个台北街头啊，听着嘈杂的街道，看着一栋一栋的大楼，没事在那边看着看着，他就觉得那个嘈杂的街道跟那个大楼好像突然间幻化成一个枯萎而苍老的老头向他走过来。更惊讶的是，他发现那个老头长得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他想冲过去看个究竟，老头不见了。从此以后，这老头经常在他梦里面出现，而且每一次都是把他惊醒。阿达的潜意识就很害怕，他也很矛盾，因为他多年来他就渴望再见到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他，他渴望再度得到他的帮助，可是他不敢这样想，他怕让自己知道是他把他害得这么枯萎而苍老。
所以阿达就经常跑到 KTV 啊，跑哪里去玩一玩，在 KTV 里面发泄，久了之后啊，几乎就沦落在 KTV 里面了。有一天他破了自己的记录了，他在他朋友开的一个 KTV 里面连唱了三天三夜，每天晚上很晚回家，第三天还唱个通宵，到了第四天他才面有菜色的走出了 KTV， 一个人闲逛在马路上，正好撞见了一群游行抗争的示威队伍，阿达就无意识地走进了人群，他就跟着人群一块儿越过巨马，翻过宝井呢。阿达奔跑在那个吵杂的人群当中，完全无感。他就跟队伍里的人要了两根香烟，然后就脱队了。脱队之后才发现，哎，这带原来是他上小学的母校附近。阿达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见见他二十多年没见过的师长。老师嘛，到底是最珍贵的知己呀。等阿达进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啊，这一带的学校今天都停课了。他四处的打探之下也才知道，原来当年教过他的那些老师啊，现在大部分也都改了行了。他首先打听到他的国文老师，他记得他国文老师当年在黑板上写那个字是最漂亮的，而且最能够解释那个字的意思。听说国文老师现在是学以致用了，他在一个民生东路的那个办公大楼里面给人测字算命啊，而且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了，排队挂号的人很多呀，一字一千，三字八折。阿达就在队伍里排着想见一见国文老师，没想到国文老师一眼就看出了阿达，马上把阿达从队伍的后面拉到前面来。哎呀，孩子啊，好多年不见了。是啊，老师，怎么没想到你都改行了？啊，不改行行吗？可是老师，你现在看起来感觉很好啊。哎，改行之前嘛，老师是买不起房子，改行之后嘛，老师的房子又卖不掉了，你说这是好啊还是不好啊？阿达这时候正好想到自己的来意，他就很坦白的跟老师说，老师，我是觉得我自己有点人格分裂。老师都知道，来写个字。阿达心想，或许老师可以帮他解开这多年的疑惑吧，可是他从来没有测过字啊。拿起了笔，想到让他心头最痛的一个字，他就写了个分手的分。老师把这个分字拿起来一看，哎呀，阿达，怎么有人要砍你呀、啊？有人要砍我啊，而且是和砍八刀嘛。哎呦，老师，这个字就是这样解啊。那我要怎么办呢？怎么会这样子解呢？那你不要管怎么解，反正我告诉你，你有救啊，你有救有救。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数学老师啊？数学老师就是那个瘦瘦小小的，好像还掉了几颗牙齿，教我们九九乘法表的。哎，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开了一家气功道馆呢。气功道馆啊，他专门教人家九九神功啊。九九神功啊，九九可以破八刀啊。老师，我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要砍我呢？老师顿了一下啊，来再写一个字。阿达拿起了笔，想到他整个的生命好像被剥夺掉一半那种感觉，他就写了个一半的半字。老师拿起这个半字一看，啊，你看嘛，阿达，我就说你这个人呢，就缺一个人来照顾你。怎么说呢？你要多一个人字，他不就是有伴了吗？老师，怎么这个字就这样解释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解释呢？别的解释吗？有啊，就是说这个哦，就是说这个每逢月圆的时候啊，你还会比较胖一点。老师，胖不胖我想不是重点啊，这个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人要砍我呢？这个就看不出来喽。我没有关系，这样吧，你呀再写一个字。还写一个字啊，啊，这个一字一千，三字八折，三八两千四就可以了。阿达心想，或许前面两个字写得太简单，老师没有办法识破当中的玄机，所以拿起了笔呢，想到个最复杂的灵感的灵字。写完之后，老师拿起来一看，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儿子，怎么不行啊？这个字笔画太多了，不行，打折。要算1200。老师，当然来到您这里，按照您的规矩，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您看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啊，好好好，这个灵感的灵嘛，它就是上面一个下雨的雨，哎呦，下面还有一个无师的无。老师啊，你不会说是一个无师在求雨吧？老师怎么会这么俗气呢？不过你既然说了，老师应该参考一下。这个啊，一个无师在求雨。对了。哦，你看，哦，无师求雨的时候品质很重要啊，中间三个口。不过人多口杂呀，集思嘛也可以广义，所以哦，好好好，你今天幸好来找老师了，你看老师隔壁就可以解决。隔壁啊？隔壁是你历史老师开的？历史老师也在测字啊？哦，他混得比我好，他在给人看气，他善观来人气色，你去找他准没错。老师赞成你这个问题呀，要多方面会诊一下，你去看看。哦，那也好啊，那我去看看历史老师吧。那我走了，老师谢谢。哎，等等孩子，什么是3200？阿达真的掏出了3200，恭恭敬敬给了老师。到了隔壁去找历史老师，没想到隔壁是人潮拥挤呀。原来历史老师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泰斗了，啊，排队挂号的人更多。阿达就挤在队伍后面想见见历史老师，历史老师同样的一眼就看出了阿达，马上把阿达从队伍的最后面拉到最前面来。孩子，你别说话，老师就知道你有困难。老师，你怎么一下就看出我有困难呢？你脸上五色不均，五色不均就是五气不匀。我脸上还有五色啊？啊，每个人脸上都有五色啊，就是这个金木水火土发展出来的一种心肝脾肺肾呈现出来的一种红黄蓝白黑。老师，那我这个五气不匀我要怎么办呢？五气不匀调气啊，啊，调气就是调色啊，啊，很简单啊，调色有很简单的办法，也有很复杂的办法。你是想要用简单的还是用复杂的？阿达心想，那就用一个简单的试试看吧。啊，简单的办法很简单啊，就是每天早上啊，你早一点起床，你早一点打开那个电视，啊，电视还没有开播之前，不是有五种颜色吗？就专心看它。老师，看那个东西能调气吗？能，你要真想看的话，老师建议你看中视啊，啊，中视比较清楚。哦，开播之后就不要看喽，尤其不要看中视啊，中视太清楚了啊。哎，阿达听老师这样讲这些话，反而让他自己更专注地想到自己多年来的一些委屈，所以他一股脑就把这些事情都给老师讲了，所有的心酸，所有的委屈跟疑惑，讲到最后，他还跟老师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心里面好乱啊，我觉得我什么都抓不到，什么都控制不住，我好希望有一个价值观来让我重新挽回对生命的一种信心。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是一个无常的东西啊，可是在众多的无常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它是稍微比较有常一点点的，老师希望你把这样东西给掌握住。老师，是爱。孩子，是钱。孩子，生命是不折不扣的。是，老师。生命是要付出你的一切啊。是，老师。所以你时间到了，3000。哎呀，阿达一下子觉得很尴尬，摸摸身上，哎呀，老师，可是今天我这个，哎呀，能不能打一点折扣啊？孩子，你怎么那么糊涂啊？生命是不折不扣的。是，老师。生命要付出你的一切，你懂不懂？是，老师。可是我今天身上就只有多少？2400，全部给我。阿达真的把剩下的所有的钱就给了老师，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声谢谢老师。老师说，你记得就好，
千万不要犯上你那公明老师的错。公明老师怎么了？你公明老师过去了，正好今天出殡啊，你如果动作快一点的话还赶得上去看看。哎呦，那他得给去看一看呢。老师还说，哎呀，你公明老师啊，人真好啊，真守本分啊，不求名不求利，坚持理想到底，有规矩，有涵养，有有他这么驴的人呐、啊！好好好，你去你去啊啊！下一位，阿达马上火速的就赶到他敬爱的公明老师的葬礼会场。到了会场之后，发现葬礼已经开始了，门口只有一小撮人，有的人在抽香烟，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东西。阿达就在那个灵堂门口撇着脖子看了一下，他看到里面居然有一个人拿着大哥大在那边一边说话还一边行礼。哎对，哎对对对，是是，哎我知道，哎你等一下香来了，哎对对对对，哎没有关系没关系，哎哎对，仔细开会开个会开个会，对对对，哎等一下花来了花来了，哎，哎，对，我们中午把它卖掉，晚上去跳舞嘛，哎哎啊好，这花圈好小，他妈的，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不是跟你拜拜啊，哎我得跟我们公明老师拜拜嘛。我们公明老师嗝了吗？他妈的！阿达随着另外一波人群走进了灵堂。念祭文的先生再度的高声念起祭文：“为梁公明夫君领月。”阿达像一个幽灵一样站在人群里面，可是他听着那个祭文的内容，就越听越清醒。呜呼，功名夫君临月，春风化雨兮寒酸，为人正直兮多愚，两袖清风兮活该，洁身自爱兮混蛋，助人为善兮我操他妈，此种败类乃害群之马也，众亲友引以为戒，快退快退，提早上车，草草埋葬兮免怀念也，上香。阿达沮丧地走出了宾馆，啊，不是殡仪馆，拖着疲倦的身子往他自己家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他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变了形的国画里面。阿达小小的剪影真的好像走进了台北这个昏灰的大山水当中，空气中的油尘、灰尘、一氧化碳，阿达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坏到了谷底了。他觉得他自己比那个无法自拔还要无法自拔。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开过了一辆乌贼公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得这么快，反正就是刷蹦就溅过来一个扭曲的宝特瓶，正好咣打到阿达的脸上，打退了两步。那一刹那阿达顿悟了，他对眼前的一切景物开始看得顺眼了，完全不排斥了。哇，他好像又见山是山了那种感觉。哇，那这么说他应该感谢那个宝特瓶啊。哇，他有了希望了，他觉得和所有的事情都很自在。他走着走着，他希望再度走入台北这个超现实的作品当中，跟他融合在一起，产生一个天人合一的关系。哇，阿达越走真的是越轻松了，他逍遥地走在台北这个泼墨和留白的街道当中，他想着想着体会着，突然间好像体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道理。他觉得他这几年来之所以会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他太渴望见到那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他。他心想，既然那个人跟自己这么早就分开了，那分了就是分了嘛，是什么就是什么嘛，何必虚伪。阿达突然间开始认命于这一切人格分裂所造成的痛苦跟乱，
他站在台北街头开始欣赏这个庞大的超现实作品，他开始对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新而且深的一种情感，他甚至于告诉他自己，我爱台湾嘛。可是台湾有什么条件让我爱啊？从南到北像一个大垃圾场，一个大废墟，森林也死了，溪流也完了，那个路边放着的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五颜六色的外星人好像瞪着两个反讽的大眼睛告诉我这一切都上当了，自己的内心好像也腐朽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说森林就一定要活着？谁说溪流就一定要清晰呢？这是我家嘛，家规自定。阿达仿佛是乱到了最高点，心中有秩序了。他毅然地决定不要让自己再怀念那个挚友，再也不要为夺取那颗明珠而感觉到愧疚。他走在路上越走越开心，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他会四天没有回到的家。那个时候天也黑了，家中空无一人，只有多年来累积的一些家电在无声地陪伴着他。阿达躺在自己床上，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愉快，越想越空虚。不过这种空虚是一种一种很充实的空虚，还有这种名词啊。这种充实的空虚啊，可以让他粉碎一切矛盾，可以让他迎接无数个明天。所以他当下他就决定晚上再去 KTV 狂欢一下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家的电视机自己亮起来了，里面出现一个老头，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你太忙，你不认识我了。你是谁？我是你朋友啊，你不是在说你朋友的故事吗？你不可能是他。对。可是你明明是他。对。你又说你是他，你又说你不是他，你到底是谁？对，可是我不记得你是这个样子的。是你自己忘记你是什么样子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托你福。好，我告诉你，以后我不会再怀念你了。只要你能确定就好。哎呀，你不要再提醒我了，好不好？我不要那么多提醒，我生活里不需要那么多提醒，我没那么多罪恶感，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要一天到晚老啰嗦，我在内心里面搅来搅去。孩子啊，你创造了你的世界，你应该欣赏它。对，我一直往这个方向走。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不要在我脑海里出现。你创造了我的处境，你应该欣赏我。我替你的处境要负什么责呢？我。走了。哎，你不要走。哎，不要留恋。哎，你不要走啊！起码我们，哎，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唱歌。对啊，你唱吧。我们一起唱嘛。你爽就好。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不会唱啊，我一首都不会唱。你不是很多歌都会唱吗？唱吧，唱吧，唱一些我们小的时候共同学的歌嘛。以前我们一起学过的歌啊。跟阿萨利。哦，对对对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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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
什么人呀？说出来你也不见得认识了。诶，说不定我听说过嘞。那随便举一个例子嘛。哎，你看今年同学会的时候啊，第一个进场的那个公司，啊，那个公司带头的同学是，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了。谁啦？许信良同学。许信良，你不要想歪了，我说的是我的同学许信良。许信良，凉了半截那个凉。不认识。你不要小看许同学他们的公司啊，这几年来啊业务蒸蒸日上，我干得不错呀，当初是从那中小企业干起来的嘛，这八九年以来快把市场干掉一半了，你知道吗？有这么多吗？迟早的问题嘛。反正他们这一行啊，总而言之就是看他们这个行销的策略成不成功了，你知道吧？我要请问一下啊，他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做，就是做行销就够了嘛，这什么公司啊？这你这是什么语气啊？你到他们公司去看看，嗯，你到他们办公室里面看到的都是啊，成吉思汗、李世民、朱元璋那种伟人的画像。干嘛呀？他们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啊。当然，各位都赞成是吧？当然了，在这个事儿已经有人做过了是吧？所以他们就凉了半截了嘛。哇，哎呀，这两年来我们同学就眼看着许同学的头发，哎呀，都变白了。他的头发是全白的哈，太操劳了嘛。不是他白了之后就秃了嘛。哎哎哎，你不怕告你啊？这怕什么？谁告谁呀？
同学有什么好告的，是不是？嗯，从小一块长大的嘛。嗯，再说要告也轮不到他告啊。为什么？你他们公司里多的是能干的律师啊，谁告都一样嘛，是吧？哦，其中有一个最猛的，嗯，随时贬人呢、啊。OK， 我再给你介绍我们班上另外一桌同学。还有一桌啊？这桌同学来头大了。哦，哎呀，进场的时候呢，大箱小箱的 XO 就这么带进场啊。他们更有钱了哈。有钱很多年了，祖传事业，百年老店，大公司。我听说他们最近好像，哎呀，营运的不太好。营运不好？哎，最近这一年多来换了个新的总经理嘛，也不晓得你认不认识了。谁呀？徐水德同学。徐水德，哎，你不要想歪了，我说的是我的同学徐水德，嗯，就是那个什么都得得到的那个德，哎，不是道德的德哈，跟道德毫无关系。就是那个什么都得得到的那个德，你懂了吧？好名字，当然也就是那什么都得不到的那个德嘛。坏名字，你不要管他名字好坏。我们班上的班长是谁你知道吗？班长啊，后来到他们公司干了董事长啊。董事长，哎，是暂时不告诉你、哎、反正前一阵子他们董事长那个走南闯北的为他们公司推销产品嘛，是吧？不容易耶。我要请问一下，哎哎哎，董事长的大名到底是？前两个字就不提了啦，嗯、哎，光讲第三个字把你吓一跳。第三个字是灰，灰。So here, you've got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walking up and down these beaches or anywhere like that. Very careful. Australia is the last stronghold of the biggest crocodile in the world. You cannot be too careful, because the crocodile that gets you, you never see. In no other place on earth has a wild animal so changed the way people live.Almost shot out 20 years ago, the crocodile has come back with a vengeance.